到20岁的这个，哎，我们看到这个 Harrison 啊，也在这个 Thank you, gentlemen. If you'd like to 当land, 时也是 please 哎，这个 sign 年 yourself. 轻啊。好，那么要重新再比球，在第二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Nolio Suren 啊，这个才差2年而已啊，这个18岁跟20岁。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比球啊，虽然说这个照理讲啊，照理讲这个 Nolio Suren 已经是犯规的啊，这个比这个碰到了左边的台边，照理讲应该是比球犯规啊，但是好像他们这个斯诺克的裁判啊，对这个花式撞球比较不了解啊，照理讲他这个比球碰到了这个台边的话啊，这个两边的长台边就算犯规了。主要是灌球没灌进，好，留下了一个中袋的机会。好，这个球要闪，可能要打拉杆，走2颗星回去了啊，走这个闪过这个，好，果然没错啊，走2颗星回去，漂亮啊！因为你直接推杆1颗星的话，会去碰到7号球啊，所以说必须要稍微拉杆走2颗星。哇，有没有背娃娃？不过吹来的个子蛮高的哦，应该没什么影响。好，果然没什么影响。好，这个1颗星横台。我们看到斯翠兰他的这个架杆啊，这个前节非常的长啊。这个当然有些人可能不大习惯啊，这个当然是也是个人的一个出杆的方式。好，力道轻了啊，这个球有可能会下一个中杆右塞啊。你看，哎，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左塞推杆啊。好，左塞推杆的话，等于是做一个，等于是让母球停在中袋的附近啊，来做一个比较距离稍微远一点的一个保球。On the right. 好像 Strickland 一出局，这个所有的美国队的成员都相当有信心。对，我们看到当时他这个冲杆看起来是纤维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冲杆。对，因为这个 Strickland 他长久以来啊，就一直替这家公司在做他的这个广告选手啊，所以说，而且 Strickland 啊，虽然说我们很多观众啊，很多球迷对他蛮有争议的啊，但是他也是跟这个后来的这个 Nolio Suren 一样啊，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广这个这个他的赞助公司的这个职业道德倒是非常非常的负责任啊，这个倒无可厚非的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称赞他在这一方面的这个道德啊，倒是非常的好。那教练可不可以借由这个机会也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纤维球杆跟这个我们平常用木头做的球杆，它们在特性上面有什么不同？这个还是要习惯啊。这个纤维的球杆当然是你不用去担心它的这个会说变弯了或者是怎么样，这几率非常的低啊。但是纤维的球杆基本上来讲，它的这个前节是弹性比较强，而且比较硬啊，这个是纤维本身的一个特质啊。所以说，在所有的运动里面啊，我们包括高尔夫啊，或者是说这个网球，这个都可以，他们的这个器具啊，球拍啊，或者球棍都可以用这个碳纤来取代啊，唯独就是在这个撞球啊，这个职业选手没有办法用这个碳纤来取代这个撞球杆。那么斯翠兰啊，他虽然说他的这个打杆啊，他的打杆也是用碳纤的，但是他的前节还是木头的。握把是碳纤的，但是前节还是木头的啊，所以说撞球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就是说这可以完全用这个碳纤来取代啊，这是跟其他运动不同的地方。好，想要尝试一个158的一个组合球啊，但是没有打准。好，那么现在8号球应该可以进了啊。
好，我们看到他是利用这个开轮打击啊，母球打一号球打得薄薄的，然后呢啊，这个母球再去碰五号球，把八号球碰进袋。那么现在可以打一个灌球啊，打一个灌，哎呀，这个灌球竟然没有碰到这个五号球，这个也是有点不大可能啊，打得太厚了啊，打得不够薄。哇，五号球几乎已经一半进袋，对，好像掉在那边啊，这个悬崖勒马。好，看看会不会用拉杆啊，母球去碰五号球啊，一个开轮拉杆的开轮打击。啊，没有，做安全球，想要吊球，但是这个吊球变呛死了啊。有可能他原来的路线是想要走碰到下面的颗星弹上来啊，但是没有想到却先碰到了左边的颗星。好，留下一个呛死。哦，观众，好，拉杆闪过三号球，好，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当然三号球啊继续来做中带啊，这个二号球轻轻的推啊，好，那么打三号球中带，继续再推杆做四号球底带。这个虽然说啊，这个观念完全不一样，但是最起码这个一个简单的球型啊，这个还不至于说打得太离谱，对。拉杆回去，好，千万不要太直啊，这个有角度的话是打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直接一颗星或者两颗星回来啊。好，我们看他直接一颗星啊的一个标准的路线，哎，力量不要过头了，九号球还是进，没问题，全场的观众但是用脚来为 Ronnie O'Sullivan 加油，而 Strickland 也照例来为对手鼓掌。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撞球大师经典赛系列。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球评仍然是撞球博士张文敏教练，我是常富宁。那么在第二盘当中呢，两位选手现在暂时战成了1-1平手。我们看到这个 Ewan Strickland 啊，这个 Ronnie O'Sullivan 把台面清光 ，Ewan Strickland 也是一样，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个替对手拍手。好，我们看到冲球有球进，一号球底带定杆就可以了。哎呀，这个不像是这个 Ronnie O'Sullivan 的准度啊，这个、我想这个可能受到了二号球的影响。好，二号球应该是有办法进啊，应该没有受到四号球的影响，那么现在就直接拉杆了啊。好，我们看他拉杆走了两颗，才下了左塞啊，下左塞拉杆走两颗星。好，那么现在二号球应该可以直接进啊，拉杆下来。好，拉杆横台下来做到了三号球。哦，会不会太直了，四号球在上面啊。那么这个球应该还是继续拉杆了啊，好像稍微太直了。哦，这个是什么 ？Ronnie O'Sullivan 的什么卡片？看不清楚。好，这没有办法了啊，只好做远球了，因为呢，刚这个球已经太直了。哦，这是帮 Ronnie O'Sullivan 做的一个幸运卡的样子。对，好像是啊 ，Best Wish。好，远球没打进，很可惜啊。这毕竟准度再怎么好的选手啊，这个有时候啊，远球也是会失误啊。好，诺六四连薄球薄进，哎，母球直抬两颗星，做到了五号球。哇，这球打得漂亮啊！这个球打得比某些这个花式撞球选手还好。好，两颗星上来，好，应该没有问题的啊。好，九号球做得很近，哇，漂亮。Ronnie O'Sullivan 逮到了这个好机会，